当2017年春天宣布雄安新区成立的时候，我对未来之城充满了向往。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拉开框架，重点片区的项目建设稳步推进。我们在榕东片区建设了100多公里的这个数字道路，上面铺设了数以万计的传感器，然后来保障这个城市运行的高效和安全。目前雄安的园林建设已经拉开了框架，其中榕东地区已经园林建设进入尾声阶段，中央绿谷公园、东部西谷公园到今年年底就会呈现出来比较完整的形象。